接下来啊，咱们就来该调节这个第三步啊，也就是我们这个 g a 值。然后这个 g a 值啊，可能有这样的现象，就是说在有些数据当中啊，它的一个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的。在咱们这里啊，也是这样子。一般情况下，就是对于这个 g a 值啊，我们是偏小一些，这个 g a 值是比较合适一些。然后这里啊，就选了几个，然后零点一到零点五之间。然后这个保持其他参数不变啊，其他参数就是用我们刚才那个那个值。 那接下来啊，咱们就要看，你看其他参数是不是我们刚才这个值啊，就是刚才在上一轮当中啊，你选择到了一个什么样值，它是比较合适的。然后呢，咱们就保证啊这个值不变，再去啊调节一些其他参数，然后来看下结果吧。在这个结果当中啊，就是基本上是都是一千一百八十七，是吧？所以说。 有些参数啊，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，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永远绝，永远是绝对这样的。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，然后它对结果影响不太大；有时候啊，它对结果影响也会有一些。大家就不要有这样的现象，就是诶，在这个数据当中，你看这个参数没效果，以后就不管它了，这样、啊、还是不太科学的。最好我们还是多通过一些实验来看一下这样的结果。那在在这个当前结果当中啊，没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是吧？这是对于这个伽马值来说。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一个采样的策略。对于我的一个样本来说，就是行还有我的列，我都可以分别去做这样一个采样的规则。在采样的时候啊，我们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。 来看吧，前二十啊，选了什么？从这个零点一开始啊，一直往上，以零点一到这个零点八之间，每一个属性啊都是这样，零点一到零点八之间啊，不是零点一到零点八，是这个零点六到零点八之间啊，零点一显得太巧了，零点六到零点八，零点六零点七零点八零点六零点七零点八，然后这样值都是这样的，然后呢，保证啊其他的一个参数也是不变的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又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。 其实啊，就是这个调参策略啊，基本上来说，嗯，都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一次我们调这么一组，这组呢就是控制着这么一个事儿。这回啊，它是你看又等了二十八分钟啊，等完二十八分钟之后啊，答一下结果吧。从结果来看，好像嗯有一点点差异啊，其实不大。但是其实啊，调参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在调参过程当中啊，基本上你说一个参数能起到决定性的因素。 那可能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像是一些学习率啊、数的个数啊,啊这些参数，你说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大的差异。但是对于很多参数来说啊，大部分都是一个微调，微调啊会使得结果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变。但是咱们调参其实目的也就这样啊，就是想达到一个最终最好的嘛。所以说，即便啊能前进那么一点，我们也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。那最后啊得到什么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吧啊，把这个结果画出来吧，咱看图比较明显一些。 在图当中啊，我们来看哪个值对应的一个损失啊，或者说哪个值对应的最终的一个结果，它是更好一些的，应该是啊，我们这个零点八零点八吧，零点八零点八对应着这样的一个位置。所以说啊，对于咱们采样策略，我们该选什么？对于样本选百分之八十随机啊，对于列来说也是随机的去选择这么百分之八十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调节我的一个啊、哦、样本的一个参数。 样本参数填完之后啊，得到一个值，得到值之后呢，接下来再看吧。 还调什么？还调学习率的个数吧。诶，一般情况下我们什么样？咱们刚才说这个学习率它是干什么？诶，我是说加建了一棵树啊，这棵树占到的一个比重它有多大？那一般你说这个参数该怎么调啊？一般情况下我是这样，就是一个较小学习率，取而代之的是较大数的个数。诶，这点大家理不理解？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啊。我现在虽然说每棵树啊占的权重份额比较小，但是呢，我让树啊更多一些。 这样，它的一个就是什么？它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应该也是会更好一些吧？咱们现在这么想，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这么去做的。我们很少就是说让一个数取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率，因为越大学习率啊，认为意味着这个数啊占的效果会越大。这样呢，会产生的结果，嗯，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减小学习率还增大数的个数这样效果好的。你也可以增大学习率减小数的个数，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减小学习率啊，增大数的个数。 是我这么去做的。来看吧，对于我一的值来说，选几个呢？选了，由大到小选了一堆啊。选了一堆之后啊，咱们来看一下我最终的一个结果吧，就是选了一堆，看一看到底啊什么样的值是比较合适的。嗯，这个差异啊就蛮大了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对于我的一个学益率的参数来说啊，咱们就来看这个，咱们都当成正的。有的是，你看最大干了多少？最大干了两千多是吧？ 两千多啊，效果来说不是特别好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看现在啊，一为什么你说这个较大的一个学习率效果不好啊？啊，不是较小学习率效果不好啊，因为较小的，因为咱们这里加数还比较小啊，只加了这么五十个数啊，所以说五十个数你给它较小权重，相当于有些跟没加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说结果不会太好，下降的没有太快。所以说就是你数个个数比较小的情况下，学习率啊你可以稍大一些。 但是如果说你时间范围容忍之内啊，你可以把你的数的个数调的多一些，学习率再小一些。一般我们认为这样的供给和风险相对来说啊会比较低一些的。这个呢就是我当前结果，一看，哎呀，零点二的时候最高吧，不是零点五吧？ 你看学习率大了，它反而这它反而会低一些，就是这个损失大一些；然后小了，损失也会大一些。也就是啊，当我们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预测的时候啊，嗯，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值啊，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学习率啊，它不能大也不能小，是吧？这一点就比较头疼了。不像有的东西大了好小了好，所有参数啊都是这样的，没有说一个参数啊就一定大一定小，它一定大一定小，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调这个东西了嘛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我们也得是。 实际看一下，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值啊，它是比较合适的。可能有一些经验值啊，但是我一般都是这么觉着、啊，就是经验值啊不一定完全适用。咱们最好啊，就是在时间允许的范围之内啊，我们是来试一试，看一下最终结果啊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先一看，呀，零点二的时候最好，现在是一千一百六十啊，咱们暂且把这个结果拿出来。 然后呢，我在这儿又画了一个图，这就是在五十棵树的条件下，然后学习率啊，它等于多少？哎，一看是等于零点二，这个点应该是最低的吧。所以说啊，当前咱们是不是拿到了一个历史新低值啊？现在是一千一百六十啊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损失，那意味着、啊、咱们现在学习率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哎呀，零点二的时候它是比较合适的。 再然后，我现在在想，哎，如果说我把这个任务啊稍微改一下，我再把数的个数啊调到一百个的时候，这个事儿会不会变呢？咱们来，刚才咋说的？是不是说数的数数的个数增加了，学习率可能小一些，反而好啊？咱们来看结果，在这里啊，就是学习率这些指标它是没有变的，变的什么？其他参数啊都是刚才咱们固定好了。你看这个。 这个八，这个六之前啊都是固定好，这咱、个、就不用调了。然后呢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得到当前一个结果是么？哎，现在对于学习率来说，当我把数的个数调到一百个的时候，什么样啊？学习率来说，哎，零点一是合适的。刚才咱不是说零点二吗？是合适的吗？现在你看，零点一是最小的，零点二反而比零点一大了吧？之前再来看零点一，之前零点一的时候是多少？ 之前这个零点一啊，比这个零点二要大吧。现在零点一比零点二小了，也就是说增大了数的个数之后啊，学习率哎反而小了那么一点。它现在是比较合适的。你看，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。新的结果当中啊，什么样啊？原来是多少？原来是零点二吧。现在呢是零点一吧？这就是啊，咱们现在啊用一个低的学习率，数的个数啊再多一些的时候，它的一个效果。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来说，那我现在问题又来了。哎，你说那如果说我再增加数的个数，学习率会不会再小一些，它会合适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咱们来看一下吧。这块儿你看我把数的个数啊调成了二百，然后学习率还是这些学习率啊，看一下是不是更小的更合适啊。这回来看一下吧，接近于零点一的时候是吗？刚才咱们说零点一最好嘛，接近零点一的时候是一千一百四十八。 那零点零七的时候呢，一千一百四十五吧。那也就是说啊，现在再小一点学习率反而是更合适了。这也就是跟大家说的，为什么咱们的一个通用套路都是增加数的个数。 反而，然后去减少这个学习率啊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么去做的。这些很多个参数啊，嗯，不光是在这个叉之于不辞当中啊去适用的，其他的，结果来说啊，其他的一些算法，像神经网络来说啊，也都是适用的，我们都可以用它啊来去做这些事情的。看结果吧，二百个数的时候，二百个数一看，什么合适啊？零点零七是最合适的吧？ 那也就是说啊，咱们现在怎么样？我们现在经过了一系列调参，调完参之后啊，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了吧？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当我们现在是二百棵树的时候，学习率是零点零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得到结果什么？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得到了当前的一个最低值吧？最低值这块我看了多少？一千一百四十五吧，得到这样一个值。 然后呢，咱们就来总结一下吧。总结一下，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百棵树，哎，零点一的时候 2,，一千一百五十二；两百棵树，零点零七的时候，一千一百四十五。这样，咱们就得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。 那也就是说啊，咱们从一开始开始去调参啊，到这里啊，咱们调参就已经基本结束了。能调的参数啊，基本上已经都调了，得到了最终的一个结果吧。一千一百四十五是当前啊最低的。然后你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调呢？可能啊，还有一些参数值调的并不是那么特别恰当。你也可以把区间啊取得更的细致一些。我们看一下结果可不可能再比这个一千一百四十五啊还要低一些？那这里啊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，主要是想要这样一个事儿，就是。 在我们调参过程当中啊，整体调肯定是时间来说啊，应该是不够的啊。就是正常角来说，如果说你说你就一万个样本，然后列也比较少，你说你调一百个模型无所谓是吧？但是啊，一旦数一旦这个数据量比较多的时候啊。 咱们最好啊，还是用这种策略啊，比如说第一步啊，第二步啊，一步一步去调这种策略啊，它是比较合适的。然后呢，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这种方法。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些案例嘛，那案例当中啊，我们之后的重点就是不再去强调这个叉 g boost 啊，它的一个调参策略了，而是强调我们另外一点，强调我们的特征工程了。 工程工程啊，要比这个调参啊更重要一些。为什么？你其实你看咱们这个调参啊，咱最后一千一百四十五，一开始多少啊？一开始我看一下，一开始结果一千一百七十一吧。那你说一千一百七十一和一千一百四十五，我调了半天，差了多少？没差多少吧。 那咱们来说，一般情况下怎么办？一般情况下，就是真正的想使得你这个模型啊效果更好，我们一定要要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上下文章。我也在强调，就是数据啊决定的数据和特征决定的是你模型的一个上限，算法和参数啊只是决定啊咱们怎么样逼近于这样一个上限。通常来说啊，就是你去改一个特征，加上一个好的特征，会使你的模型、啊、提高一个大的档次。 你去再怎么改这些参数啊，只能稍微的提高那么一个小的档次，只有这样的。然后之前啊，我也看过一些其他的就是其他社区，有看有些国外社区啊，没事儿我也愿意看着玩。然后他们看他们讨论一个事儿啊，就是他们之前啊就是要发那个年终奖嘛，然后发年终奖的时候，然后一个哥们儿就非常抱怨，他是负责干什么的？他就是负责专门做算法模型的，然后他旁边那个哥们儿就是专门负责去做那个特征的选择的。 然后他俩来说，就是，哎，做特征选择那个哥们儿，他做出来一个特征，如果说比较好，我、哦、天，那得到结果非常好的；如果说他得到结果比较差，那这块调参这个人，他无论怎么调，他也调不到多高。所以就是一旦给大家强调，还有这一点，特征啊应该是第一位的，第二位才是我们的算法。那你说算法就不重要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只给大家来强调一下，嗯，算特征是比较重要的，算法。 也是比较重要的，这两个要结合好啊，才能得到最终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叉 gboost 它的一个调参策略，到时候大家还可以自己来玩一下，看一看我们最后啊还可以改变哪些值，能使得它比一千一百四十五还要再低一些呢？啊，这个就留给之后大家来自己去玩吧。那大家玩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咱们策略啊，就是这么综合参数嘛，看参数怎么组合啊是更合适的，来自己做一个练习。那这个叉 gboost 就、啊、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。